亲爱阿姑，牛仔平安，我第一遍用无拍过的方式来写批给阿姑，希望毋通失策足多。我又搁来到以早调动的所在，若无来心早，就无完成调动。今日我会记得了。所写是调动的原因真多，讲袂清，总是确定的，无可能无调动，亲像绕口令吗？到上后的时间，我犹原真惊，所决定的是毋是出自上帝呢？伫后来的时间，我的学校发生大的代志，又搁改变原本定落来的心，包括人事算毋得，我退休的时间等等。所以我有充分爱离开即间学校的理由，总是需要付出的代价伤大，是予我上大的内心的冲突。因为换环境是好，总是面对的是路途遥远的待伫外面租厝的代价等等，予我感觉是进退两难，嘛煞来对听我的主抱歉，因为我看袂清我头前的路。虽然我知爱我靠上帝，毋是环境，我的信心。常时嘛拄着试验、惊吓，一直会憔悴，予我的心混乱。这是一个听候上帝的旨意显明的阶段。伫5月7日，会显明。